嗨，大家好。晚上好，就是。韩国泡面，然后我就太饿了，然后我就因为现在太晚了就没有出去。谢谢你。我觉得。我是肿了，不是胖。我觉得大家说的很对，我怎么可能胖呢？我就是肿。晚上好。买了新的耳钉，是那个丘比特之箭的香水。因为我们大家都去买泡面了，然后怀瑾刚刚，还有周诗雨，还有丹妮，我们几个人都去买泡面去了。我怎么夹不出来？我还买了这个黄萝卜，就是看到他们韩国节目上面都有吃这种黄萝卜的嘛，我买的不是他送的，不是辛拉面，就是什么面我也不知道。他买了一个河粉，越南河粉，因为怀瑾说这个好吃，我就买。啥时候回来？26号。因为太晚了，大家就没想出去了，就去集体去便利店买了泡面。真的是河粉，因为那儿没有中国河粉。火鸡面吃过啊，我各种颜色我都吃过。我超饿，我们几个都超饿，所以集体去买了泡面吃。绿色吃过。我觉得粉红色最好吃，胖了。其实我最想胖的是身材，而不是脸。如果说我真胖了的话，那为什么只胖脸呢？那也太过分了吧！唉，让人难过。谢谢。谢谢你。不是，我是真的胖了。
是胖，好吧，重，我再换一个说法。但是我在广州天天熬夜也没有肿啊，怎么在上海熬了几天夜就会肿呢？我看今天的那个。搜吧，我真的太丑了，丑的一骑绝尘。我和袁一齐，好吧，一骑绝尘。不是什么，什么化妆倒是存在一点点问题的，头发也存在一点点问题，但最大的问题还是自己本身。美女是不会找借口的。你俩在房间说方言吗？袁一奇从来不在我面前讲四川话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说他讲不出口。要我今天妆是我化的呀。是我自己化的。别人怎么可能给我化成这样呢？你早就说是我们自己画的，每个人都自己画的。萝卜。没有，就是，我是觉得。每次化妆之前都对自己有自信，这次不会再失误的，这次应该不会失手的，结果每一次，结果都是失败。明天啥安排？拍旅行日记。但我真的觉得，化妆太难了。还是那句话，还没有拍呢。对韩国鞋很便宜，昨天我那双鞋才400多，就很便宜，69000块。就是今天打招呼的时候，其实都不敢。韩国没有接头发的嘛，很难找。我问了姐姐，她说她帮我问一下，但问了一家店，那家店关门了，就没有找到。
应该是先回广，应该是回直接回广州吧，我也不知道。虽然我的贝雷帽还落在了袁一奇的房间。综艺到第4期咋回事？一个月没更新了。那是因为我还没有回广州，所以没有拍。这不是合集面。因为主持人不在，对。送礼物，可以啊，其实你们也可以在我生日公演的时候那天送我。韩国拍也可以，对啊，韩国拍也可以，我问了好多次，我们工作人员都会说没时间。嗯。还记得怎么跳公演吗？嗯，记得吧，我相信我自己。明天要早起吗？嗯，明天要拍旅行日记。包谷邀请你助演吗？但他邀请我，我也没有时间回去跟他一起彩排。嗯，袁一奇不在。韩国都没怎么玩到，天天都在忙这个忙那个。没有人陪我出去玩，现在他们都是宅女，比如张怀瑾、谢磊，他们都是宅女，他们买了在便利店买了东西就回去了。今天除了裴姐还有遇到谁吗？我给你们数一下啊，但我说你们可能不知道，就遇到了红贝贝那四个人嘛，然后男爱豆有哦五个人。男爱豆有李大辉、金在焕，还有李泰容。李泰容长得太帅了。嗯，还有谁？孙佳仁没看到。嗯，还有谁来着？哦，还有一个 NCT 的学员，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，好像是泰国的。哦，不是泰国的，哦，韩国的，反正长得很 man 一个。嗯，还有谁呢？好，还有几个那个很有礼貌的弟弟，其中有一个弟弟哦，他可能才15、16岁吧，看长相很小很小的感觉，反正就很嫩。然后他就是我们，他站在走廊里面做采访，然后我们走过去，他就马上停下采访，跟我们打招呼。鞠躬嘛，然后他就鞠了16下，整整16下。我们走过去，我在心里面在想，米安内，我们人太多了，对不起，可能让你鞠到人生迷茫了。他可能心里在想，我以为只有几个人，怎么能鞠这么，怎么有这么多个人走过去，还要鞠16个躬哦，真的。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不是 NCT 的。反正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小朋友，记得印象非常深刻。他们真的太有礼貌了，我在韩国这一次最大的感觉就是他们太有礼貌了。姐，那个我们 staff 姐姐说，仿佛看到了我们刚出道的样子。
有想过找个机会去看看太阳吗？谁不想呢？我梦里都在有这个机会。他你没有回应吗？当然啊，你鞠躬你就这样子。你今天一直都在看到这个眼线真的是真实的吗？眉毛今天好好看，因为眉毛不是我自己画的，是我们造型师姐姐给我画的，是我们做造型那个姐姐给我画。没回国，还在韩国呢。吃完了都没了，我在挑他的花生米吃。为啥不顺带画下眼线？因为我对我的眼线迷之自信，我对我的眼线迷之自信，我以为我可以画的好的。蕾蕾是被辣哭了吗？啊，刘海丑哭了。啊，算了吧，我今天才被我自己丑哭了。啊，生气。我要去找张纸。充个电，哼，不要叫我美女了，我现在不是美女，我现在丑死了。这不是我的睡衣，这是我来韩国机场穿的衣服，你就说我这是我的睡衣，我又伤心了，第二次心碎，第二次心碎，真的。我太心碎了。大兴，我专门买了韩国在韩国穿的。等一下，我去扯张纸擦一下嘴。又衣服拉一下。我没有看错吗？是真实的吗？这个衣服我觉得已经像我奶奶穿的了，这还不够保守。原粉丝下了好多，进来下了好多，没有，我真的觉得。我粉丝对我都有滤镜，刘海也剪的剪崩，哼，好蠢呢。刘海自己剪的，不是自己剪的，是韩国那个人给我剪的，民推无刘海。但我现在这个长度无刘海很丑，真的。好凶啊。主要现在头发刘海太短了，它撩不过去，你知道吗？
其实有些时候在纠结，因为大家喜欢的都不一样，就是有很多粉丝喜欢有刘海的样子吧，有很多粉丝喜欢没刘海的样子，就是说找不到自我了，已经，丢失了自我。因为如果你要下定决心没有刘海的话，你得去留它，你就得去好好把它留长，留到这里，然后就可以这样子撩开就比较方便。但是如果你想要一天有的话，一天没有的话就很难。你还需要别人管，不是啊，粉丝又不是别人，这方面还是要听一下嘛。虽然前方面没有听话，这方面还是要听一下的嘛。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。雨露均沾，都说了，雨露均沾是很难的。你刘海长了，你刘海变长了，你就会就中分就很方便。但是你刘海短，但是有些人就想看刘海，刘海短，那你就得去剪刘海，刘海又剪短。啊，你有，看你搜吧的返图一眼就看到你的签名，哇，我的签名还有被吹的一天。拍 hero 那个发型，哦，拍 hero 那个发型是，就是中分来的，但那个时候头发比较长比较多，我发现在特别少，下面就因为我拆头发就剪了很多嘛，就没头发了。啊，那我得要去留头发才行啊，就是，别说领口了，里面有衣服，没有错，里面有衣服，放心吧。我是觉得，如果是美女的话，搞什么发型都会好看。一个人如果她挑发型、挑妆容的话，那她就不是真美女。对，所以我就不是真美女。结论就是我就不是真美，因为金泰妍什么发型都好看啊，我都没有见过她做过失败的发型，真的，为什么呢？金泰妍所有她100个发型都好看，100个1000个发型都好看，真的。后腿，她那个蘑菇头也好看。后腿我也超喜欢他的样子的，不是粉丝滤镜啊，泰妍他是出了名的，每个发型都好看，每个发色都好看。你们还记得他的狐狸毛吗？狐狸毛，超好看。看直播做过站，怎么老这样你们？真的就是喜欢上金泰妍之后，看谁都没有感觉。就算今天裴姐跟我
对视了，我都，对，就心里面还没有被震撼的。等会儿截个 cut 艾特金泰妍，请问您艾特的是金泰妍的官方微博呢，还是金泰本人呢？金泰本人可没有玩微博呢，你艾特金泰官方微博干什么？没有，裴姐是很好看，但是我跟她对视，我觉得内心很平静，就感觉就是跟一个美女对视了而已，就没有那种被震慑到的感觉，就没有那种内心的震慑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要这样不要这样，要是真的太多人去的话，会被金姐粉丝给 KO 的，我还是很怕的。还是我自己去找，有机会能去找他，能去跟他合照啥的。除了 JT 外，还有人能让你心动吗？如果是说明星的话，刘亦菲。对呀，有机会啊，凯特·布兰切特也很那个。很杀我，今天合照没有？不能去合照，我就感觉要沟通很久就算了。我对热巴没有感觉，刘亦菲才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。看脸和气质来说，你没看她那个，我点赞了她一个哭的动图，就是微博转了几万的那个，她哭的动图哎。就是在那个什么典礼上面哭，太好看了吧！男明星，男明星啊，还是有挺多不错的。有一个小伙子不错，不是给大家安利，就是让你们随便看看啊。哎呦，我也不是他的粉丝，那就让你们，就最近觉得他不错，让你们就是，你们可以随便去看看。他叫马嘉祺，他现在正在参加一个综艺叫《台风蜕变之战》，你们有事儿没事儿可以去 B 站看看他。TF 对 TF 家族的，他快火了耶，我觉得他马上就要 C 位出道了。他们现在在搞一个综艺嘛，然后就是有争 C 位，然后争一号位、二号位，不是，就是争 C 位，然后出道什么的。他现在集资第一，对，他现在集资第一。丁程鑫我无感。C 位马上就不是小丁了，马上就是小马了，因为小马的集资已经超过小丁了，最后的 C 位一定是小马。不是性格，看看他的实力吧，他的舞台上的实力真的很强的。我是歌舞粉丝，好吗？这个牛奶超好喝的，你们看看。没事，反正我是不花钱粉丝，我就看看，我也不集资。这个是韩国的牛奶，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味。你看它的那个上面有那个泰妍的那个公仔豌豆。
这里，他也有一个公仔，他很喜欢一个公仔，是这个豌豆三兄弟，然后他这个就很亲切，就买了。不是薄荷味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味道。啊，真的今天真气死我。嗯，被自己给丑到。旅行推荐韩国、日本，没去过日本，我没办法给你们推荐。真的丑，不要带粉丝滤镜的去看，我自己看自己，我还带了自己的滤镜都觉得丑。什么时候发抖音？母鸡呀、啊？不是别人说，你自己去看嘛。自己长了眼睛去看都知道，看了都说丑。我在 MeToo 上看到我也很感慨，超感慨的。对，发快手还差不多。아녕，不是意外思密达。아니요我也不知道。吃太饱了。韩国鸡爪有吃吗？韩国鸡爪呀，没有，还没来得及吃。我准备在韩国要吃的是生鸡汤，还有什么？我同学看了公演视频，都说你巨好看，上个发型时期是这样子的，我觉得吧。公演好看是好看嘛一回事，但是要在大场合好看才是很重要的。在公演好看当然也重要，因为有你粉丝在看公演，但是你在大场合也要很好看，因为很多路人会看。所以好看的人是要把每个场合都 hold 得住。不是镜头都会有差别的，跟公演镜头还是不一样的。不是今天准备的不好，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尝试发型的能力还是差了一点，就是说可能只能固定一个发型，或者说只能一个发型好看的样子，就是尝试太多了就不会好看，就没有太多能尝试的发型，真的。我用的是酒店 WiFi， 衣服，其实衣服也还好啦。我们穿的哪里是日系蓬蓬裙啊？我们穿的完全不是日系蓬蓬裙，好吗？接一次头发就要2000多，我接了两次花了5000多，每天每次接下去都是无底洞。你接一次就会，你头发也不会长，你就接的那段过程中头发也不会长长，
然后你接了一次就会接第二次，接了第二次就会接第三次，不能自己长吗？长得很慢啊，比如说像现在这样。我长头发不快，我长头发很慢的。很多人都说我们的衣服像做习惯了。为什么你们要爱呀、啊？为什么要爱？啊，什么东西掉了？等一下，我要去找一个我买的指甲刀。啊，我的指甲刀呢？完了，我把我指甲刀拿回来吗？哼，哼哼哼！我在那个商店里面买了20多块钱的指甲刀，好贵呢。我哭了，等一下我要去找一下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我刚刚才买，我跟泡面一起买回来的，又不见了。为什么老是这样？为什么我这些东西都会自己走呢？好奇怪呀、啊，我真是无语了。我服了，真的。啊，我要下去一趟，我要去找一下，不行。20多块、啊，一个指甲刀可贵了，气死我了，真是。无语，无语，无语，无语啊！找到了，啊，在这里。吓死我了！哎呀妈呀，吓死我了！刚刚真的有被吓到，内心停止。对啊，这个20多块，我那瓶我跟这个牛奶一起买的，花了31，那肯定这个就20多。唉，可气死我了。我的钱是真的很好赚。找回来了20多块，韩国指甲刀跟中国指甲刀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我还10%的电。开始解密指甲刀的区别。怎么那么难弄？唉，无语哦。为什么我这个拔不下来呢？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？不是，这个是韩国的，它后面都是韩文。从上面，怎么个从上面翻？你看我现在，我把这个打开，我都没有把这个给扯开。有脾气，你真的有脾气，没有剪到。撸不下去，你看它是这样子的。好奇怪啊，这指甲刀不仅有腿，还有皮，还有脾气。
生气了，有被气到，没有被你气到。牙都给我咬坏了，差点。不行不行，真的好硬哦。算了，就这样也可以剪啦，其实。其实也不影响操作。其实也没有影响操作啦。谁像条鱼呀、啊？回国再剪没关系啦，我现在剪也可以。我喜欢做美甲呀。但我今天没做，我来韩国没做。对，我要等袁咏琪，我就是个怨妇。这一刻，这一秒，我每天跟袁咏琪住在一起，我觉得我以后我要是跟她是室友的话，我天天都在等她。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，善变的眼神。真的，好笑。哎，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那么有梗啊？是为什么呀？你们来讲 MC 好不好？求求了。你们最近还在看那个风平浪静的闲暇吗？他跟到第五集了耶。好看吗？你们觉得？挺好看的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现在大家的想喜欢都是看男一哭，好吧，那我就不剧透了。哎，好想永远活在直播的镜头里。我们偶像就是应该永远活在直播镜头里。不能怪发型，我现在还是在想，我今天那个发型要是太严搞的话，它一定绝美。那还是人的问题。绝对的。
本来就是啊，不是我又开始了，想笑笑都知道好看吧。为什么女孩子明明好看却自认为不好看？因为要对自己有认知，而且今天本来就不好看。我也没有说每一次都不好看，但是今天确实不好看。不好看就要说不好看，要找自己的原因嘛，不能过度膨胀，不能过度啥？不能过度不听大家的讲话。不能活在粉丝滤镜。而且啊，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家是，就是说，怎么今天怎么那么丑怎么样，然后就说，哎呀，怎么那么以前那么好看，然后什么什么前段时间那么好看什么什么的。但我觉得是因为不是说故意说自己丑，我觉得是因为之前的之前，我没有去看，我说之前的之前太不好看了，然后中间突然变得好看，大家会觉得哇太好看了，其实根本就没有好看多少，只是大家觉得太好看了，是心理作用。但现在我只是变回了普通的自己。罢了，对，所以大家可能觉得有点那个啥，真的，其实我有些时候看大家夸我，我自己看自己都觉得没有大家夸的那么好看。就突然要是一下子不好看的话，大家就会觉得，怎么回事？他跟我想的不一样啊，他不是很好看的吗？但其实并没有啊。但其实长什么样还是就那样。而且我觉得有些时候。在公演里面好看，是因为我 MC 讲的好，MC 讲的好，可能对颜值加分呢，对吧？不是没有自信。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。你猜我在讲什么？告诉你。明学大师是什么？就有些时候，就因为大家，就前段时间我记得，真的是把我讲的跟天线一样了，然后让我自己对自己都会有的这种认知，就会有一点那个啥，就如果我真的觉得自己是真的长那样那么漂亮的话，那我看今天的视频，我就会觉得，哈，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长这样？안녕알겠습니다
我说我知道了。11:20，我这12:20，12:11了。唉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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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明天有事儿吗？明天要拍旅行日记。没睡到几点？明天也要早起来住，但是我觉得明天还好，也不是很早起。明天我9点多出发，我们去美容院做造型，我觉得这很神奇哦。今天这种场合不去美容院做造型，明天拍旅行日记去美容院做造型，我真是觉得好无语。什么时候发第二组明信片呢？看嘛，我真的是无法理解，旅行日记比这个颁奖典礼还重要，我真的服了。今天也在无语。我今天他跟我做造型的时候，我问他为什么没有人给我们化妆呢？然后他说因为没有钱，没有钱请化妆师。然后明天就有钱请，有钱去美容院了。Oh my god！是今天晚上一夜暴富吗？我在想，是今天晚上买，我们刚刚在颁奖的时候，他是买彩票中奖的吗？不，今天我们的造型是一个广州的，我们公演的那个造型师姐姐一个人哦，给我们做事。我们姐姐真的很辛苦了。对啊，就很那个啥，我也不懂。颁奖典礼没有钱拿，能去就不错了，还要有钱拿，肯定不会给我们钱的，太那个了，真的太那个了。今天姐姐给我画的眉毛还不错，这个眉毛还是可以夸一夸的。你看我的耳钉，新买的，要给你们看。那我去洗个手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よ。不近距离看，这个眼线怎么看都丑吧？不是近不近距离看的，看的样子，看怎么看都丑。不知道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去描绘它的。中国人在韩国说日语，为啥不擦重画？因为我以为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就没有擦。事实证明我是错的。我没有剪短发，是因为我让他给我修了一点点，因为本来我。把我的头发拆了，就没剩多少，没剩多少头发了。然后我就干脆让他给我修了一下，就剪短一点点，然后就现在
是短了很多。我的话真的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长长了，真的。不，我扎马尾不好看，真的。发量，我现在是头这里多，这里少，这里而且发质很不好。而且啊，我想说，有些时候一个人脸大，真的不是出在他脸的问题，是因为他头大。真的，就是你再怎么去对你的脸做一些功课，他头的那个体积在这儿，你是没有办法让他再小的了，真的，我发誓，也只能小成这样了，不能更小了，这跟头有问题，这个世界上有削头术吗？没有削头术。我也不可能去把自己头也削掉的。本来就是真的啊，我发誓，我对天发誓，我是头大，我对天发誓。也不是太大了，就是中等吧，中等吧，没有包谷大。每次提到这个问题都要说到包谷哦，包谷我错了，对不起。你们说一下这几天，就是拍 MV，然后还有这几天相处当中。江山是真的太好看了，真的好看。我多吃点肉，突之前就长脸上去了。我再多吃点肉，我没有办法，我都不会长胖的。没有然后，就是真的觉得感叹，就是真的好看。就是我用原始相机拍它，我都觉得好好看。就真的是五官、脸型都太好看了。这个是左卷轻认证，真人真的很好看，上镜也好看。我对他说过最多一句话就是：“你的脸怎么这么小啊？你的脸这么小，怎么能放下你的五官呢？是怎么放下你的五官的？啊？为什么？要开始什么？我怎么了？”我还不能夸下美女了，我哭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不是啊，本来是漂亮就应该夸呀，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，就是因为长得好看，想夸罢了。加了。我没有上头，我只会对金姐上头，对其他人不会上头。我这辈子只会为金姐一个美女骂人。是真的。有无打码的合作是什么意思？哦，你说自拍吗？今天忘了跟他自拍，主要是吧，跟他自拍吧，就是我们在一个镜头里面，就显得我脸贼大。然后我的那个自拍参数都是适合我自己的，一到他脸上，他脸就更小了，就有点难过，就不想跟他自拍，真的。不要问我这么显而易见的问题。对，我现在独守空房。
刚刚突然想让天猫精灵放一首歌，我想着这房间也没有天猫精灵，我可能在红配房间待久了，想着哪里都有天猫精灵。你把他脸拉大一点，也太缺德了吧，合个照还把人家脸给拉大，那过于缺德了。我不是那样子的人，要么就不要拍，要么就一起好看，不能只有一个人好看，要是只有一个人好看我就不会发。哎呦，自拍啊，我是用 B612。滴滴滴滴滴。但我是真的第一次看到有一个人单眼皮能单的这么好看，真的，他是内双还是单眼皮来着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很好看的单眼皮。田青兰是内双来的，虽然她内双的很不明显，但是她真的是内双。哦，我为田青兰伸张正义一下。我是圆眼睛，因为我想把我的眼睛拉长一点点，就显得没有那么圆，它就会，我就眼线会拉长，然后就会画失败。先把他名字读对，我没有把他名字读对吗？田倩楠，田倩楠我们四川是这样子的，很多人对我说我眼睛好看。如果有一场公演只戴口罩，可以戴口罩上场的话，我一定是那场公演最好看的人，绝对的。I know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眼睛这么大，一上镜就这么小，可能真的是我化妆的原因吧，而且我不戴美瞳嘛。我今天整个队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戴美瞳，因为我不想戴美瞳，我戴美瞳很难受，所以我戴美瞳就很奇怪。化妆应该怎么学？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。看教程的话，总觉得别人画是一个样，自己画就是一个样子的。离远一点，为什么？对，我因为我眼睛有些时候脂肪会比较多眼皮的，然后有些时候就不会明显双眼皮，就有些时候双眼皮就不明显，但是我的双眼皮是很就是蛮自然的那种，也不是那种很双的那种双眼皮。对，我因为我眼皮有脂肪，这里就有些人会选择把脂肪抽掉这里的。我不是说我要去抽这个的意思，我只是说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功能。对，对，眼皮也会有脂肪的，眼皮是这里会有脂肪的，这里。
没有必要，我没有说要去。看我的眼神，看我皱紧了眉头。你看我这样的话，我眼睛就没有双眼，我就是单眼皮。还有怎么可以把眼睛搞成单眼皮？你们搞一下，我以前试过。等一下。奇门绝技，我的，大家知道我单眼皮有多丑了吧？所以说不是每个人单眼皮都会好看的。还好没有单眼皮。感谢我爸，感谢我妈，没有给我一个单眼皮，不然我真的死掉了，已经。我要两只手才可以看出效果。嗨，等一下，有点好笑。没有，所以说一个人的对眼皮还是很重要的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脸，一个那个什么，不，有些人单眼皮是好看的，你是单眼皮，你不要哭，适合你单眼皮就是好看的，要不适合我的单眼皮就是丑的，就是比如说我就不能单眼皮，要是我这辈子单眼皮我就完了。哎，这个已经超越我的那个手摇电风扇可以变成我的个人技了。手机都吓掉了，弄不了，听起来有点好笑，真的，我觉得我单眼皮，我就是这个坏人，这个那种什么什么东西，人造单眼皮，对，对啊，眼皮给我扯大了，不行，停一停，好的，我停了。哎呀，特别技能，对，一个我特别的技能，比手摇电风扇有意思。以后我 MC 上要再让我展现什么个人技，我就展现这个。如果你嘴巴变小，我嘴巴很小了呀，我嘴巴还不小了吗？我嘴巴又薄。其实也不是很少，但是就是薄，我觉得是中等。嘴巴变小，眼睛单眼皮试试。等一下，放过自己。Sorry。没有脸真的很好玩呢，这么一看，我1米66，不能再一次就没有粉丝了，再一次粉丝都跑了。对，你知道吗？周诗雨超显高的，他说他1米65，比他高1厘米，但是他看起来比我高，好神奇。
对，他说他看起来像一米七。啊，我看起来没有一米六六，可能是因为我驼背吧。贝贝家一直在我的行李箱里面，粉丝送的还是握手会。还没有用过，我准备上公演的时候用。对，因为贝贝家要是今天晚上那个舞台戴的话会很显，因为它黑色的，我是白色裙子，所以不能用。你这个身高顺序哪里来的爷顺序啊？一点都不准好吗？三岁的孩子要用妹妹家，真的吗？我也觉得我自己时高时低，可能跟不同人在一起身高就会显得不一样。我倩倩才一米六三好吗？哦，倩倩一米六二还是一米六三？我真的一米六六的。我进团之前我就量过，就一米六六了。官方顺序是目前哦，哎呀，我想想，官方顺序的是，啊，我不知道我队友有没有长高，丹妮最高吗？真的吗？没有，北哥不是最高，北哥跟我差不多。丹妮和菲菲谁高？以前是菲菲高，现在可能是丹妮高。闹闹到底多高？你去问闹闹吧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多高。元起比我高，元起比我高。说到菲菲，对。我都想不起来给他买的东西，吓死我！没有给他买大的，我要买个小的。上次咦，不要倒啊啊！袁琪有一米七，袁琪绝对一米七。那天逛田子坊，给菲菲买的礼物被我带来韩国了。可爱吗？没给。还有一个小的，没有买大的，大的我男的装。买了一对猫头鹰，这个是真的是手工制的，怎么看起来这么丑？这样子看，你能不能上镜一点啊，姐？这个比较可爱，这个比较白。我还记得我生日那天，哦，我生日那天晚上，哦，刘丽菲是第二天早上才跟我说生日快乐的。
第二天下午一点，好像是。过分，我已经不指望他送我礼物了。红佩云送的是帽子，赵大蕊送的是眼镜。对，嗯，没有，他是没记住我生日，他是在群里面看到闹闹发的生日快乐，然后才知道我是我生日的。然后闹闹给我发了个88的红包，然后倩楠也给我发了红包。金鱼也给我发了红包，收到了三个红包，不错不错。还没来得及送出去，你可以在我生日公演的时候那天送给我。没有，对啊，赵二蕊就是一开始送我的眼镜啊，他没有现在又送我，他没有。所以我送给菲菲的这个生日礼物也是我最后一年送她了，因为她今年都没有送我，所以明年我也不会再送她了。今年是我已经买了，没有办法，如果我知道她不送我的话，我是一定不会再买的。谁啊？我。对啊，就很塑料啊，就很气气，没有办法。弄一下我的发型。什么时候公演？回去就有公演啊，回去就31号是包谷圣诞，对吧？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吧。哦，那挺好的，正好赶上。我还参加冷餐啊，对啊，我还参加冷餐。可以给你寄过来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，可。哦，我记得我要写信的，我记得要写信的。不要寄到中心，寄到 GNA Forte 剧场。嗯，寄到中心不太好。真的，说实话，我力气很小，是每次我扭瓶盖都能扭开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带着包谷的礼物，包谷也没有跟我说生日快乐，我不会给他准备礼物，我很记仇的。不，我不是个记仇的人，但是就是不会给他生日礼物。안녕。哇，谢谢兔小黄，谢谢你 ，Thank you， 生日礼物哈，给他个抱抱，嗯，我出现就是对他最好的生日礼物，熊先生听到了吗？哼哼。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参加他的生日公演，我不知道我们队是不是齐的。嗯，不要随便，这不是睡衣。
这不是睡衣，这是我穿来，我那天机场穿的衣服。哦，我真的，我被气的，流泪。你回来机场有穿什么？有想穿什么？我要想好呢。哦，粉丝送的那套，对，是想穿粉丝送的那套，因为比较 sweet。可以，好冷啊！突然怎么这么冷？我就穿我的浴袍了，突然被冷到。哎，我的浴袍呢？进来。嗯，有错觉吗？我来了，我换了个衣服，咋了？哎呦我的妈！这不够严实吗？这个还，你我穿这个衣服不会有人再让我领口 line 啦，不存在。好冷啊！把浴袍穿出了一种东北大花袄的感觉。好色气的感觉，我这个样子。你说色气，天呐，你还大头，不存在的。我接头发，别问了。我晚上这时就可以提现了，提了现我就去接，可以吗？叫我接头发的人都要给我刷鸡腿，接一次头发2000多呢。大小伙子接什么头发？嗯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我不接头发就没有粉丝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不接头发，你们都会离开我。真的好希望我的粉丝，你们都是因为我的人格魅力喜欢上我的，然后你们说不然呢？对啊，其实长得好看的小偶像有那么多，你们怎么会偏偏喜欢上我呢？
什么，例如什么人格，我有七个人格，因为我好看，但是因为好看喜欢我的话，我总有不好看的时候，比如说今天。那如果是因为好看喜欢我的人，就会因为我的不好看而不喜欢我，对吧？不是啊，本来这是一个真的问题，就算不是今天不好看，也是上一场不好看，也总会有一场公演不好看，总会有一个节目不好看什么的。如果是只是看脸喜欢我的话，那我总会有不好看的时候的。接你回剧场，唠这些就太娘了，我本来就很娘，怎么了嘛？我是女的 ，I'm girl，I'm a woman。好烦呐，跟我说我唠这些太娘了，不然呢？不行，我不是，我也不是金花，我也不是金瓜，我就是女的。我说我现在说话语气都像搜索，我是女的。好像，你们不觉得把一个人定成瓜或者花太浅显了嘛，就是感觉把它定死在一个框架里面，而我是女的，我是女的就会有无限的可能性，我是女的什么都可以，因为 I'm girl，I'm woman，everything 都有可能，一切皆有可能。有理有据，令人信服。所以我现在每次看到大家，我就说，哦，谁是瓜谁是花，我心里面想，哎，好幼稚，真的好幼稚，就像在一个关系里面，哦，谁是公谁是受，哦，我好幼稚哦，真的好像小朋友，你们真的什么都不懂，还在那里，哦，谁是公谁是公，你是受你是受，哎，太幼稚了，真的，宝贝们真的有点幼稚。不是讲到不是嘲讽，我是觉得，当然我也会有那种一段过程啦，就是以前犯少时的时候，然后就会站 CP 嘛，在 CP 里面，哦，太金太妍是攻是受什么的，我会天天都在讲，我每天的微博里面天天都讲，金太妍是攻，那，哦，是受，嗯的，嗯，但其实长大之后才会发现。没有啦，哎呦我的妈，吓死我了！不说了。没有喝假酒。我以前也选 FX， 我很珍惜我的直播间，我超珍惜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酒，它这个水不是水，是酒。这个水有点东西。
这个水有点东西。别喝了，要水肿。左卷连水都不能喝了，因为会肿。好残忍，好残忍。然后左卷渴死都不会再喝一滴水，因为会肿。肿点好看，你是认真的吗？这光也奇怪，明天去拍旅行日记，我只要在直播里镜头里面都是好看的。没有，其实说真的，哎，我头发怎么越弄越高？是说真的，刘海是，就是有些时候，但是我没有刘海就显得很凶，你们知道吗？真的，就是没有刘海就是会显得很凶。当然，你说你公演也不可能这个发型，因为这个发型会很乱，你公演必须做造型的。你这个公演不是，你没有哪支舞是需要这样子的，又不是韩团的那种舞，你的美，你看。我用这个发型跳八八八就很奇怪，对吧？跳第一人称也很奇怪，你就必须做造型什么的。真的是公演服限制我们，你们想想我们的公演服吧。不休息，不休息。其实我觉得直播嘛，就是跟大家聊聊天什么的。我是把大家当成我的朋友，然后一起聊天什么的，所以就什么都说，就说的比较 open 一点。呸，不是，就比较放得开一点。Yes。我们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我口红都没色了，我都吃到现在我都没啥色了，你还问我什么色号？因为这歌很经典呢。生日公演是什么时候？不知道。一唱歌就闭眼是什么习惯？一唱歌就闭眼，就是因为他高音高不上去的时候，他就会闭眼。成都飞广州好贵，还好吧？800多，900多，800-900。想好冷餐会请谁了吗？没有，没想好。哎，怎么会想好呢？哪里流里流气了？我就抱个腿而已。我没有想好，没有想好。你这次到韩国只花700多啊？好厉害，好省。
我会唱红红的，哦，我也不会唱，我要看着歌词才可以唱。今晚上直播好，我觉得我是那种直播型偶像，在直播里面就会比较，就会比较好看。会唱好多呢。我不是营业型偶像，我比起一些会营业的，我根本就不算会营业的，我一点都不营业，我是随心情偶像，随心营业。开唱吧，摩黑哦。就比如说我今天的脸就不想营业，他随心情，他今天就没有营业。我的脸跟我的心是一样的。翻牌是不是好久没营业是啊？翻牌，你弟翻牌可积极了，我弟就是靠这个挣钱呢，我弟可牛了。哦，对，他已经不是我弟了。他说他不想当我，他说，我们已经断绝了兄弟关系。我跟他翻牌是不是堆积成山？嗯，挺多的还。我弟是赵佳蕊，我现在跟他是，哎，他是我的后辈吗？还是前辈来着？我也不知道，他是我的后辈还是前辈啊？我们是前后辈关系。嗯。哦，对，我们就是前后没关系。他是我的后辈，嗯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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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不当兄弟了？因为我是女的，对。韩国已经一点，她也是女的，嗯嗯。最喜欢哪个城市？其实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好。就现在，就是因为去过北京、去过广州、去过上海，就对这三个城市其实感觉都还挺不错的。成都也喜欢呀，重庆也喜欢呀。我吃过宵夜了，已经。现在不饿了。哇，巴塞罗那好牛。浙江我还没有去，我想去东北，去哪里都想去一下。西安我已经去过了，啊，西安我也挺喜欢的，就西安感觉整个人都非常的温暖在线，就是那种因为很热，然后很干热那种感觉。湖南也想去，想去长沙吃好吃的。哎，我歇会儿，我去躺会儿，我累。这怎么似曾相识啊？在袁一琪的床上穿着浴袍等他，就是上一次直播我也是这样，啊，神奇。武汉来吃小龙虾，可以呀、啊。我的床在这边。给你看我买的鞋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。当时有白色跟灰色，然后蕾蕾和怀金都说白色好看，我一个人说灰色好看，我坚定了自己，买了灰色的，穿给你们看一看，等一下。
还有我的包包，这个包包很小，然后很方便，装什么东西都，装一些护照啊、钱啊什么的。这个是我买的平时背的包包，我这个包包还蛮好看的，它皮摸起来很舒服。什么都还没装，嗯，对，就觉得这个包还挺好看的，这个颜色我很喜欢，就在一个韩国的一个店子里买的，然后这是什么店呢？我忘了，手机刚才一直在充电，主要是韩国的飞乐实在太多了。裤子链接你随便在淘宝做一个工装裤就有了呀。我这条裤子是在森马买的，你知道我这我在上海买，居然逛到了森马，居然觉得森马还不错。以前只在初中穿过森马，其他初中毕业之后就没有穿过。困了。26号回国，我再说一遍。不直播睡觉了吧？天天都直播睡觉，有点睡觉偶像，直播睡觉偶像。嗯，好冷啊！没有啊，没有在东西堆里啊，就几件衣服而已。26号就直接飞广州了，应该是。我也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，仿佛前几天我就是这样子直播的，好神奇啊！看电视了，反正也看听不懂，看不懂。我直播多久了呀？有没有报时员来通知我一下？哇，2个小时了！那大家，我关直播了。明天啊，哦，不明天，下次再继续值吧，拜拜，晚安，困。下线了，886。谢纯纯估计等会儿会来找你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谢纯纯会来找我？哦，他剪指甲。啊，好吧，拜拜。张怀瑾分开前是什么？